因为我自己在家里我也没试过，啊，所以我想这是第一次测试。可是我这里面没有洗衣机耶。有啊，没有啊。那是加水，啊，所以一点点啦，也是有啦，一点点啦，因为是用完的，然后我加点水在那边的。OK， 了解。那一叉零，通常一叉零的汤匙，拿汤匙给你看。我不是有个汤匙在那边吗？就是通常一叉零的汤匙是一次，他说一匙就好，一匙这么大匙，对，一匙这么大匙，所以。因为他一直要跟他说，我们就量用多一点。我先给他用三小匙好了。三。好。那我们这边，因为它浓缩的嘛，我们用一匙就好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在加稀释。浓缩好几倍了。对对对，我已经稀释了。是。还蛮多。还有啊。蛮多呀。好好好。放点一匙。所以下次你要弄的时候。就说它是几克，你要把它换成匙，量才会等一下才会公平哈。两家再两次，因为它稀释过。好，我放再多一次。好，把它倒上去。这边是我们的洗衣机，这边是我们的茶几，然后我们就用化妆棉来当做我们的衣服。那我们用墨水当做污染物。那就当哎，我们先第一个五滴就好了，都公平嘛。哦，一滴就够了，你的污染物还真污。然后这样子接好五滴，那我们下去，我们像洗衣服的步骤一样，第一开始是洗衣粉下去先洗。对，我们先洗。那我们洗完衣服是通常会先把脏水排掉，然后再用清水洗一遍，通常是洗两遍的，所以我们就按照洗衣那个模式，对，洗衣机的步骤，我们来要把它洗三遍。好了，这就是一叉零的，再洗。今天要上做垃圾呗。很公平的哟，洗第二遍，哦，不用再加了，我只有脱水啊，要脱水，第二遍，对，好像第二遍就很清楚了，啊、这个叫做人工洗衣机，对，好，我们要第三遍，人工洗衣机，哦，出现了，哇，那这就不一样了，好，哦，洗衣机就出现了。我下次要买一台洗衣机，就买这一台。好无价、哦。好了。不用刷哎、欸。哇。Okay, 好干净。好，好干净哎。我又知道一个了，太厉害了。拧干哦。我把它拧干。哇，这是一叉零的啦，一叉零，一叉零，一叉零洗出来的。我们的洗这么干净。这个是。洗衣精洗出来的，哇，爱多美的哈，哇，太棒了！哎，照一张，换张杯啊，爱多美，整个变白，整个变白，嗯，差很多，所以差很多，而且量没有用它用没有用一叉零这么多，量又更少，对，但是又更省钱，所以你第一次做。